讲到经文，来自马可福音十一章一至十一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 迁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们迁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批驴驹拴在门外的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 那些人就任凭他们迁去了。他们把驴驹迁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 我祖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和塞那。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个门徒出城，往博大尼去了。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好，弟兄姐妹主，主日平安。我们感谢上帝，我们已经进入到马可福音第五十集了。 今天的题目是《弥赛亚来了》。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的十一章到第十三章，是耶稣受难周的一个总体的叙事。而在这个叙事当中，十一章的一开始，今天 MC 所读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耶稣骑驴进入圣城，进入耶路撒冷。在两段平行经文当中，你会看到，在马太他所强调的是老百姓的不安，耶路撒冷的。 百姓是不安的，在马太二十一章十到十一节这样写道：“耶稣既进了耶路撒冷，何曾都惊动了，说这是谁？众人说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所以马太所强调的是百姓的不安跟整个圣城的骚动。路加所强调的呢是法利赛人的态度，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的三十九到四十节这里写道。 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欢呼起来。”在约翰呢，他所记载的却是百姓的不安跟害怕。在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十五节这里写道，西安的名啊，原文是做女子，或者说西安的女子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 所以你看到这三段福音书，它强调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总体来说，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虽然一路上有很多人的欢迎他，这些人可能是朝圣者，但是门徒们、法利赛人跟耶路撒冷的百姓反应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中心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进入圣城，他启示给我们的是。 他是那一位谦卑的君王，也是那个带来拯救的基督。我今天想从三个层面来讲。第一个，第一个，也就第一节一开始所说的，耶稣临近圣城。圣经说，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奇和伯大尼，在橄榄山。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了三个地理名词。 伯法奇这个地方今天已经不知道了，很难考证。非常有可能这个地方是介于耶路撒冷跟伯大尼中间，在那个橄榄山上的一个村庄。的伯大尼是我们比较知道的一个地方，就是耶稣在那里被膏抹的，被玛利亚膏抹的。而且耶稣每一次经过橄榄山，去到耶路撒冷，回了从耶路撒冷布完道、讲完经，然后回去。 就去到博大尼休息，所以博大尼是他一个休息的场所。但是最重要的信息，这里是什么呢？就是橄榄山出现。橄榄山，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去过耶路撒冷，你就知道，橄榄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在耶路撒冷东边的那个那座山，它背靠的就是约旦河。所以在橄榄山的这个上面，你可以俯视整个耶路撒冷。 我记得我是二十八岁那一年，是二十八岁那年。对，anyway，很久以前了，是很久以前。我去耶路撒冷，第一次去耶路撒冷读那个圣经考古学。我们住在耶路撒冷的新城，然后晚上呢，我就爬山。那时候年纪轻，也不太懂事啊，其实蛮危险的。想想也没有带同伴，就一个人就上了山，就爬到橄榄山上，然后沿着橄榄山就一路爬，然后看着对面的那个圣殿山。 那一路上盘就会经过一些巴勒斯坦的村庄，然后巴勒斯坦人就会放那种古音，那个这个哔哩吧啦，就是你的声音很吵的那种音乐啊，很有意思。然后会经过那些村庄，他们看到是一个一个一个亚洲人，一个中国人，他们也不表示敌意，也蛮欢迎我们的。所以这个事已经是很多年，我就知道，我就对橄榄山呃、哎、那个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在橄榄山上，我曾经。 走过一段古路，这段古路就是相传当时耶稣从橄榄山上下来，经过那个呃圣城到耶路撒冷里面，经过去到正殿山的这条山这条路，这条路好像今天还在。那橄榄山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公元七十年罗马的军队打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第十军团就驻扎在橄榄山。 所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对那个耶路撒冷、先山是造成一个俯视的，所以他们攻击的时候，他们的武器很有很先进，所以比较容易攻进耶路撒冷的。所以橄榄山从地势上说也是很重要。那么橄榄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橄榄山最重要的是在旧约圣经当中有过几次提到橄榄山是跟最终末的时候，在末后的时候，耶路撒冷，上帝要再来的时候，他先到橄榄山。 如果你看撒迦利亚书第十四章第四节的时候，第十四章第四节的时候，在这里这么写道：“那日，他的脚，他的脚就指耶和华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东自东自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也就是说，在末后耶和华再来的时候。” 它会先降到橄榄山，当它站到橄榄山上的时候，这个山就会分成两半，一边朝南，一边朝北，因为就分开了。然后呢，整个山，在我的理解当中，它可能就是地震。当耶和华再来的时候，整个山都要裂开，然后上帝的审判就来了。然后圣经当中第一次，第一次提到橄榄山是在哪里呢？是在列王记的呃列王记是沙摩尔记下夏末。 下对十五章的第五十节，就讲到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叛变的时候呢，亚沙龙就追杀他老爹，那个大卫就逃。他逃的时候呢，他就从大卫城，大卫城就在耶路撒冷里面嘛，大卫的王宫里逃出来，对面就是橄榄山，他就逃到了橄榄山。在《撒母记下》十五章五十节这么说：大卫蒙头赤脚上橄榄山，这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橄榄山。 一面上一面哭，哇！这个王一面上，因为儿子在追杀他嘛，要抢王位嘛。跟随他的人也蒙头哭着上去，蒙头表明悲哀嘛。在犹太人，犹太人就说，这个王就儿子在追杀他的时候，大卫就逃逃离开皇宫，离开大卫城，往对面逃，就逃到了什么橄榄山上？因为橄榄山上有很多地方可以隐蔽，有山洞，有有小小树林，可以躲在那里。为什么叫橄榄山？橄榄山是因为这个橄榄山上有很多产生橄榄油，就橄榄树。 有很多橄榄树可以结的这个橄榄果子可以榨油的如。如果还大家还记得，就是其实，在橄榄山听到最多就是什么，就心愿。耶稣最后一周，因为耶稣每天经过橄榄山要回去博达尼，对不对？然后呢，在橄榄山上，耶稣有非常著名的橄榄山的讲论，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 为什么二十四章、二五章那么重要？因为讲到末世。为什么讲到末世，在橄榄山的讲论讲到末世啊？是因为什么？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十四节说什么？说最末后的时候，他的脚要耶和华再来的时候，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整个橄榄山东西要裂开，整个山要裂开啊！然后上帝就来了，然后就开始施行审判了。所以这个橄榄山，你就看到在历史上是非常重要，并且，并且。 如果隐含的提到橄榄山就更多了，比如以西结束，以西结束的第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四啊，二十三到二十五节，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升起，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你看，当先知以赛亚啊，以西结得到上帝的启示的时候，圣灵降到他的身上的时候，充满他的时候，他就看到 vision，他就看到意象。他说，上帝的灵从圣城，从耶路撒冷就升起，然后就去到了什么？ 城东的那座山，我不是跟你说橄榄山在耶路撒冷的东面吗？所以圣灵让耶和华的荣耀从圣城升起之后，就来到了橄榄山。然后呢，先至以世界就看到异象，他就看到了异象，然后就传递信息，跟他的百姓说什么：“我要到被掳的人中间，我所看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的事。” 传说给被掳的人听，被掳的人听，这就是橄榄山。呃，我我记得有一次我，我我我在橄榄山的时候，我我就在一个教堂当中，这个教堂当中有一个有一个玻璃的一个窗，从这个窗里面去看，正好看到圣殿山。正好圣殿山的时候，是我我就我就想起一段话，就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耶稣讲：“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 你常常杀害先知，对不对？然后呢，又用石头打死那些奉差遣来到你们中间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召集在翅膀荫下，对不对？只是你们不愿意。看那、啊、你们的家要成为坟场。你知道这段话就是在马太三十二十三章最后所讲的，二十四章开始就讲到最后的末世的惩罚了，对不对？就末世预言了，所以。 所以在橄榄山上，常常是耶和华感动圣灵，感动感动耶稣，看到异象，看到最后的审判，看到什么？上帝耶稣发出预言的时候。所以在马太福音的二十四到二十五章，被称为是著名的橄榄山的讲论。而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他讲到的有三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会被毁掉，圣殿会被毁掉。然后呢，第二件事情就以色列跟世界的各国。 都要面对大灾难，的幕后的大灾难。最后，最后，他讲到，耶稣讲到，人子要在荣耀里面来到这个世上，各样的征兆出现的时候，耶稣就再来了。所以，所以，所以，耶稣说啊，耶稣说、啊，当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当你们看到这一切的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人子近了。 你们就知道我在门口了，你们就知道我实实在在告诉我，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就要成了。当我看到这段这些一系列的讲论的时候，我们再看今天的这个世界，我们再看新冠肺炎。 我们再看到这个世界的骚动，我们再看到俄罗斯的炮弹打那个英国，把那个英国人打的这个呃呃躲到那那个大英帝国的荣耀不再不不再也没有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些事情好像越来越近了，这些事情好像越来越近，正在发生当中。所以犹太人，你知道犹太人在在，如果你现在去去去那个橄榄山的时候，你会发现我跟我我跟那个谁说啊，我们我们一定要去去。 那个我们我们我们中间还有很多没有去过啊，我们我们要去，我们一起去，我们一起去，我们去去好好看看那个上帝在那里的那种很奇特的这个工作。这个耶路撒冷真的是很特别的。就我们虽然我们自称是中国，我们是 the Middle Kingdom 啊，我们自己 Central of the world，我们中国中国，但是实际上你如果打开世界地理看，世界的中心在耶路撒冷，好像。<laughs> 你就像今天如果你去耶路撒冷，你会看到橄榄山上。 大概有十五万座坟墓，在这个橄榄山上，这这些坟墓什么？就是犹太人他们死后埋在那里。甚至有些坟墓，传说中是哈盖先知的坟墓，传说中是呃哈巴古先知的坟墓啊，但不一定啊，跟这是传说而已、啊。那么你要想，为什么犹太人他又把坟墓葬在橄榄山呢？没想过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相信幕后耶和华再来的时候。 他老人家先到，先到橄榄山呐、啊！<laughs> 我主耶稣他要先到到橄榄山呐、啊，所以当他到橄榄山的时候，是因为死犹太人、法利赛人是相信死人会复活的。 拉比相信死人跟我们一样，相信死人是复活。虽然我们的信仰有点小小不一样嘛，对不对？但他们都相信死人是吧？所以他们觉得我要葬在橄榄山，因为当一和华他老人家再来的时候，我首先要在橄榄山出现。哎，我要复活，我先要比比比肌肉能早复活，对不对？<laughs> 不一定，这他们的观观点我不并不同意他们，对不对？啊啊，所以呢，他们会在那里。然后呢，你知道，在这个橄榄山的中间呐、啊，在。 在这个橄榄山不是在东边啊，在南北中间分开有一个山谷叫基基伦谷，这个就是叫约沙法谷啊。这首歌在圣经当中这个谷曾经出现过的，这个谷第一次出现这个词呢是在约珥书三章二节，一那个圣经说约尔先知说我要聚集万民，带他们下到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谷就在橄榄山。 就是基伦谷，基伦溪谷，因为这个这个基伦溪在这个这个这个溪水是在在这个橄榄山上，而这个橄榄山上就是把橄榄山分成两部分的，而这个山谷两侧就有很多的坟墓，而且这个谷啊，这个谷被称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说，在那里要施行审判，将因为他们将我的百姓，就是我的产业以色列分散在列国那里。 又分去我的土地，这是约珥书三章二节所说的。在约珥书三章十二节的时候，又出现了。他说：“万民当兴起，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周的列国。”所以这个基伦谷也被称为约沙法谷，因为约尔先知几次提到审判就在那个谷，所以那个谷也被称为叫什么叫审判谷。所以当什么意思啊？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耶和华再来的时候，当耶和华他。 脚踏在橄榄山的时候，他要施行审判的，他要审判我们每一个人。他所以犹太人他要把坟放在那里，所以犹太人什么？他要要他要在那里认为将来审判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的啊。呃，如果如果你沿着这个谷一直下去出去，一直从东往西走，这条路下去就碰到哪里、啊？就碰到了耶路撒冷的城东门。 而这个城东门，今天你去的话，你看那个照片，你就发现这个东门是被封堵，是被封死的。是什么时候封死的？话就七世纪的时候，当回教兴起的时候啊，回教徒后来在公元八百十年打下了耶路撒冷，就在那里把那个东门封掉。为什么封掉呢？因为他们觉得犹太人的弥赛亚，犹太人的救主，他如果再来的时候，他需要从橄榄山什么？ 私刑审判，然后就下了橄榄山，就要进东门，就要进到耶路撒冷，就要毁掉他们的什么清真寺了，所以他们就在那里把这个门怎么就封起来了。所以后来十二世纪初的时候，一一一几几年我忘记，那个十字军东征的时候，他们打下耶路撒冷，从回教徒手上打下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就把那个门重新打开。后来第三次东征的时候。 萨拉丁把十字军打败，把耶路撒冷重新拿下来的时候，就把这个门什么，再封死 <laughs>，再封死，直到今天，直到今天。但是我们相信，甚至今天近亲的犹太人也相信，如果有一天弥赛亚再来的时候，弥赛亚再来的时候，这个门就会被打开。当这个门打开的时候，弥赛亚就要来，耶和华他老人家就要裂天而降，他就会下到什么橄榄山，他就会来到什么基伦谷，他就要来审判这个世界。 当然也审判你和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我们我们虽然在读马可福音的第十一章，虽然是在念了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骑驴进京这个过程，其实你不是在想到神也在提醒你提醒我，耶和华他会再来、啊、耶稣基督他会再来、啊、他就要回到我们当中。他当时作为尼塞亚骑驴进来的时候，他是谦卑的、温顺的。 公粮的带着使命的去受难的这个行程，但是他再赖的时候，他就要施行审判了，他就要施行审判了。当他施行审判的时候，你是否站得住？你是否站得住？我是否站得住？就像今天早晨我看到你的时候，你说我是坏人呐、啊，我也说你是坏人呐、啊。我们两个人在耶稣面前都站立不住啊，都要求他保血接近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是不是这样？ 第二点，第二点，这里不单单是讲到耶稣，这么临近了耶路撒冷，临近了这个这个圣城，他还应验了先知预言呐、啊。在第一节到下半节到第六节，圣经说，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 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你们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的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的人有几个人说：“你们解开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凭他们牵去了。在这段经文当中，有没有看得很清楚，说是否应验了先知说的什么话，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两段平行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跟约翰福音十二章，你就看得很清楚。马太二十一章四到五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们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的。”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然后呢，约翰福音十二章十四到十六节说：“耶稣得了一个驴驹，就骑上，如经上所记，如经上所记。” 西安的民啊，西安的女子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想起这些话是指他写的，纵然果然像他这样行了，看到吗？这里面耶稣这个行动，他应验了哪一位先知，在哪里的预言呢？第一，这个先知是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先知曾经预言，当弥赛亚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不是骑着马来的，他是骑着驴来的；他不是开着宝马来的，他是骑着宝驴来的。在这里面，那么哪段经文呢？就是以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撒加利亚先生说：“西安的民啊，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欢呼啊！看呐、啊，你的王来到你这里的时候，你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 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来的。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他应验了这个内容，就是在末后的时候，当上帝终末的时代展开的时候，当耶稣基督基督出现的时候，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一个公义的、谦卑的王的形象，他是一个谦卑的王的形象，他是以色列的君王，但是他是一个谦卑的王。 他跟世界上的王不一样，世界上的王凯撒，他是什么？他是拿着拿着骑着高头大马举着刀来的。但耶稣他骑着驴，谦卑的来的。第二个，第二个，他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个救主，弥赛亚。这个意思就是救主，就是救救主的意思，就是基督的意思，对不对呀？所以呢，所以呢，你要知道。 在这段经文当中，这个重点就是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不是一个一个威武的、雄壮的、踩着进行曲，而是温柔的、谦卑的、公益的，是个带着使命的来到耶路撒冷这么一个形象。但这段经文很容易被解错，被解错。呃，我我曾经看到一个一个解释很有意思，这个解释是很吸引人的。他们认为，他们认为，他们认为什么呢？他说驴啊，这个驴驹代表的是世人，就是人。 代表的是世人，他说他们被拴在那里呢，表示这个世人在这个世界上受苦被捆绑，会被捆绑。然后呢，那个拴的地方就是对面的村子，这个对面的村子，这就在耶路撒冷对面嘛。这边是上帝的国，那边是世界的国度。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我，我们被我们就像驴啊，被被拴在这个世界上受苦受难。然后呢，他又认为他说主打发他的门徒去解开他，表明什么？ 神的仆人来到世界上，要拯救众人，要拯救世人，<laughs> 好像讲的很有意思哦。然后呢，他被解开了之后，牵到了耶稣面前，就表明我们挣脱了捆绑之后，要来到耶稣基督里，<laughs> 要来到耶稣基督里。<laughs> 然后最后就是说啊，然后呢，门徒说对那个人说，主要用他，就是我们不单单被拯救，我们还要被什什么，就所使用。那这个这这一类的解法叫什么叫灵异解经？ 有没有听过灵异解经？那灵异解经是在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是在中国教会也好，在在到处都非常流行的。比如过去我们尼陀僧、尼弟兄常常就用灵异解经。直到今天，很多受他影响的人，在中国教会很普遍的灵异解经。但是灵异解经有一些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因为呢，我就看过另外一个解释啊，因为一个什么解释呢？就是比如说 Oregon，那个那个伟大的希腊教父 Oregon。 他在三世纪、四世纪的十三世纪的时候，他就解释，他说：“耶稣骑驴进京的这个事情啊，这个驴啊是代表旧约圣经。”哎，为什么驴的？因为马太福音当中提到驴和什么驴驹子有两样东西，一个是驴，其实可能学者认为耶稣当时可能有两两匹，一个是驴，一个是驴驹子。耶稣是骑着驴驹子，那个驴可能是牵着的啊。那个驴呢，就是就是什么旧约圣经，旧约产生新约，这所,所以驴驹子是什么？ 是新约进经，新约圣经。所以耶稣骑着驴驹子进到耶路撒冷，表示什么？神的话语进到我们心里面，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解释，这问题就来了，就是这种解释我们都称为叫灵异解经。灵异解灵异解经最大的问题是哪里呢？就主观性很强，就是圣经的解释是没有一个标准了，就是你怎么样解释都可以，你想怎么样解释就可以。 然后呢，你如果想的越 fantasy，你越是容易吸引人，然后人家就觉得啊哇，你的亮光，所以呢，你就变成一百个人读圣经就产生一百种不同的解释层，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就是教会分裂就这样引起的。教会很多时候分裂是因为开始就是因为什么？对于圣经的解释开始问题产生了，譬如灵异解经，除了主观性什么，还有一个他没有一个标准，你知道。 它没有一个标准，释经是有一个释经法的，就解释圣经是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法则的。这个法则如果不遵守的话，我们就就会偏离。所以我我我也鼓励，呃，我们金白屯的呃一些弟兄姊妹哦，如果有机会，如果时间允许啊、哦，我们都可以修一点点啊、呃、课程。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啊、呃，我们我们也开马上可以开始一个。 小的一个神学的训练的课程，就专门给我们教会的主要的童工们所预备的。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我们可以可以去上。我们会讲到啊，教会的比较解经法，我们也会讲到这些问题了。呃，为什么解经法那么重要？因为你不能够忘记，圣经作为一个文本的话，它是它的写作是有的嘛，它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的。然后如何掌握这些原则，是帮助你解释圣经很重要的一些东西了啊。 那啊、呃，我在读解经法的时候，我就记得我老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最经典、最经典的，他在讲过一个灵异解经的问题，他就用了当时教父奥古斯丁的一个错误的解经。然后呃，如果我们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打开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那个很著名的那段、那段、那段经文，就是好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就是。 当时呢，就是有一个人从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嘛，他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那么其实很简单，就是耶路以那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耶稣讲个故事嘛，就从耶路撒冷去了。那么有些人就会解释这个耶路撒冷代表天堂，耶利哥代表地狱，所以呢，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呢，就是什么？从天堂堕落到地狱。那个人是谁啊？那就亚当嘛。所以这这这样解释出来了。 然后呢，他又继续说：“他说他们就碰落到强盗手中，这个强盗是谁啊？这个强盗就是撒旦了，当然了。” 撒旦跟他的差役啊，然后呢，这个撒旦跟他的差役抓住这个人之后呢，就剥去了他的意思，把他打了半死。打了半死是什么意思啊？把他的灵性生命夺去，他的肉体生命还在。打了半死，没有打全死。哈哈奥古斯丁解的啊，伟大的教父解释的很、啊啊、有意思啊。然后呢，然后呢，就把他丢下走了。然后有一个祭司从那条就经过，又有一个利未人从那经过，就表示旧约跟祭司的制度都救救不了这个人，都救不了这个人。 啊，然后呢，谁来救他了呢？就有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经过。这个好的撒玛利亚人是谁啊？啊，当然是耶稣了。所以耶稣才能拯救我们。所以这个耶稣碰到了亚当之后，就把亚当的给拯救了。然后拯救之后呢，他用什么方法呢？他就用油和酒倒在他的身上。这个油跟酒呢，又有解释的。因为什么？这个油好像就代表圣灵的安慰，然后这个酒呢？ 表现人在圣灵里面的什么火热？当然，你一喝酒就热了嘛，当然火热了，对不对？然后呢，又来了，他说还没有结束，他说啊、哎。然后呢就把他裹布裹,裹好，扶着他骑上自己的牲口，这个牲口呢就是耶稣基督的肉体。然后呢就到了一个旅店，这个旅店呢就是什么，就是教会，这个旅店就是教会。然后呢这里面旅店里面有个店主，圣经里面说旅店里面有个店主，这个店主就是什么保罗。 哈哈哈哈哈！<laughs> 保罗，那我我想了半天，我就觉得很解解的很有意思了。就，但是问题在哪里？你为什么说这个店主是保罗，不是彼得呢？你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彼得可能比保罗更像店主啊，因为保罗是到处去的，彼得是罗马当时罗马教会的主教啊，就是牧师那个罗马教会的主任牧师啊，他在那里守在那里，所以店主更应该是什么彼得嘛，对不对啊？那么问题就来了。 有那个，那那那，比如说，他说给了那个两钱银子，说那个耶稣还给了那个那撒玛利亚人还给了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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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主两钱银子，所以有人就把这两钱银子解释为为什么不是一钱是两钱呢？因为是旧约跟新约两本，所以是两钱银子。所以呢，这种类型的解释，我刚刚已经解过、就是，就是就是呃，我们所说的这种灵异或者寓意解经呢，它的随意性很强。 他的主观性很强，每个人都强调自己的领受。我告诉你，有的时候自己的领受有的时候很可怕的啊！有人就说：“哎，他说我我有特别的领受，跑来要指导你们牧师长老啊，真的、啊。”他说：“我我从上帝面前有特别的领受，要来到你们中间，要特别对你牧师跟你的长老要讲讲讲话啊、哎，因为我有特我是特别的。”他说：“嗯嗯，真的、啊。” 所以，所以，如果我我们教会只要有十分之一是这样特别，我告诉你，我们死啦哈哈！我我我我我，我们就崩溃了，崩盘了，你懂我意思吗？你怎么样印证？你说你，你说你你你要印证？我告诉你，碰到这种事情，我也不随便否定他，我只要通过几件事情来印证一下，我就看他讲的东西是否应验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同样，圣经解释也是这样，圣经的解释不可以随意性。 它是一个科学的文本，它是有很严谨的，是文学的体裁跟逻辑，它是有什么是有据可查的，不是随意解释的，对不对？所以我就刚才说，为什么你一定说这个店主是保罗？你说这个比喻什么问题？它这么多解释都没有打到中心，因为这个比喻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什么？爱、哎、你的灵舍。比喻只有一个中心，耶稣讲的每一个比喻，任何一个比喻只有一个中心。 而这个中心，如果你没有抓到，你解释圣经就偏离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当中，他最重要的就是耶稣在教导你如何爱邻舍。因为当耶稣在讲这个爱邻舍的主题的时候，就有一个法利赛人在挑战他嘛。啊，他说你所教的东西我都做了，爱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人，对不对？然后耶稣就说啊，你还要爱爱人如己，对不对？ 你还要爱人如己，那么还要爱你的邻舍，那个那个人就跟耶稣强辩，他说谁是我的邻舍？然后耶稣就讲了这个好上马利亚人的比喻，好上马利亚人的比喻。所以这个主题，什么保罗啊比的都不是 point，什么这个人就是亚当啊都不是 point。这个 point 很简单，从耶路撒冷去到耶利哥就是去耶路耶路撒冷去耶利哥嘛。什么从天堂到地狱了？那什么时候证明就耶利哥就是地狱了呢？对不对？所以这里面的随意性我们要非常小心，然后。 然后，如果我们用灵异解经，我们就会破坏圣经继续的历史的真实性的背景。如果把历史的真实性的背景给解除掉的话，你解经的根基就没有了，对不对？你解经的根基，所以过去那个时候，早期教父他们认为耶路撒冷一提到耶路撒冷就有四个意思，四个意思，它有一个什么地理性的意思，它有一个文学性的意思，它有一个哲理性的意思，它,有思它还有一个教育性的意思。 有些人再加一个，它还有个灵性性的意思。如果这样的话，一篇经文一个名词就有五种意思的话，你想想看，它衍生出来的解释有多多少少啊唉？前段时间，这就是我们现在碰到的问题。我们一直说我们要建立我们我们我们信仰的道统嘛，这个道统里面，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要建立我们解经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些一些基本的东西，对不对？ 那么解经的原则性的这个基本怎么建立啊？实际上是跟我们的传统是有关系的。没有一个解经的传解经可以脱离传统的。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说唯独圣经之后，我们很多时候抛弃了我们的传统，在解经，实际上就变成唯独我自己理解的圣经了。你明白我讲什么吗？这就是我们有没有收到我们之前给同工们、弟兄姊妹发的那个调查我们的那个情况表表格？ 我们发了大概有电子邮件发了九百个打开的，后来有九百个打开，就是我啊，你什么时候信主啊？你信主多久了？来教会多久了？啊啊,啊，你的基本的情况，你希望有要参加什么样的培训啊，或者什么样的课程？大家去。其实这个培训的这个资料的发出，就是给大家，我们就希望知道我们会中的情况，我们会中的情况啊。但是说到这个会中的这个情况，有的时候大家反应也很不一样，也是很麻烦的啊，气的。 那个首先，只有不到一千个人回，啊，打开了不是回啊，打开了，就那也好了，至少有一千个人看了啊。然后呢，这一千个人当中呢，呃，有六分之一的回了，回答了就是回了啊。那那那也好，因为我原来以为大概十分之一能够回，啊，但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众口难调，难在哪里呢？譬如有有一个弟兄还是姊妹，我不知道到底是弟兄还是姊妹，他就他就很不满意，他就觉得。 他说：“为什么教会要了解、打听人家的私事？”哎，哎，对不起，我,我说，我对对不起，我说，我这我实在我没空啊，我真的没空啊，你你的私生活我真的没兴趣知道啊，而且我知道了，我不来管，反倒麻烦你，你懂我意思吗？我真的没时间，但是呢，我也理解，我也理解，我也理解，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有这样，可能他过去在小组里面受过伤害，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可能呢。 可能他在那个小组长的交流当中，他也碰到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啊、呃。那比如说，我们我们的确有了解你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但是我没有说你离了婚吗？你的孩子几岁啊？我没有问这些问题啊。我们只是想最基本的知道我们会中的基本情况，然后我们也可以因材施教，对不对？啊、呃，但是呢，我们也会有个别弟兄姐妹会解读成为我们要打听你的，对不起，实在没兴趣。 但是呢，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做？就是现在接下来，我们大概十九号，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我们的我们的培训计划。我们的培训，我们就希望，我也希望那金牌团的我们的主力童工可以参加了，因为这是蛮好的，有一些很基本的一些训练。那那不是说这个这个训练不是神学院的训练，但是使你。 你你你将来如果进到神学院也好，还是要再带领聚会也好，带领小组也好，我觉得是有帮助的，是有帮助的。为什么？比如说我刚才说碰到那个弟兄或姊妹，他有那么大的反应，我的猜测可能他在过去的小组当中受过伤害，可能当时他的小组组长不太懂怎么样带领小组，可能无意当中伤到他了，可能呢这、那个伤也没得医治，诶、哎，他一一看到这个调查表哇，觉得你牧师要调查他的私人生活，真的没兴趣。 我最好你不要告诉我，因为你告诉了我，我不来管，我还麻烦。你同我意思吗？我管还不好，不管也不好，对不对？但是 n y w a y 如果我们想好好牧养我们的群羊，同意吗？我知道了，如果我们想把我们的羊群，我们是负责看守羊群的，我们是有这个责任跟使命的，对不对？如果上帝让我们看到我们羊群的需要，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去牧，我们有还好好跟因材施教。 我们又好好的去祷告，并且祷告之后去寻找到他们的需要的点，去供应他们。当耶和华他再来的时候，我不能交唱啊！对不起啊，当他老人家在那个橄榄山上来的时候，我怎么交啊唱？现在弟兄姐妹，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那那我们的需要，我们也明白我们的我们的会众的需要。但是同时我，我我我又感到感到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的确，我们现在的个人主义真的是非常严重。我也理解了，我我们的我们我没办法不受到这个时代的影响。如何如何如何我们能够，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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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助我们的会众，就是说我们能够建立我们的会众，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呢？那教会有真的是有这个责任跟使命，真的是有责任的使命。啊，第三个点，第三点，基督君王已领导。 你看第七到第十节，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后随着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来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 高高在上的和善纳，你首先你看第九、第十节这个经文是一个平行的，是 A B B A 的结构。和善纳对应的就是高高在上的和善纳，然后 B 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对应的就是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章的一个平行的一个结构。然后这里面最重的一个词就是和善纳。 h o s i a n a h o s i a n a 这个词，刚刚我们我们等一下我看你们的回音，师哥也会唱，感谢主了哦。我没有点，但是我相信你们会唱，这叫同感一零，对不对？我说出来，在那个你就那不稀奇了，那就那就不稀奇了，一定是我没有说，你们一定知道，你们一定会点那首歌的，对不对 o 善呐，a n a o a n a 就是 O R 拯救啊。o s i a n a h o s i a n a 这个词是两个希伯来文组成的 y a s h a a n n 这两个词加在一起 y a s h a 是什么？是 save。 拯救，deliver，save，然后呢，啊，那这个词就是 pray。我们现在 pray 也有现在的意思，也有 please 的意思。在这个两个词在唯一一次在旧约圣经出现，就诗篇一百一十八篇，我讲过这个是就所谓的哈利路圣诗。哈利路圣诗就是每一次犹太人跑到耶路撒冷去过逾越节的时候。 他们都一定会大唱那个大哈利路亚，这个大哈利路亚圣诗就是诗篇一百十三篇到一百十八篇，而这一百十八篇的二十五到二十六节是整个这个大哈利路的高潮。这个经文就是什么？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亨通。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所以当耶稣进去的时候。 当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当耶稣要进入圣城的时候，所以两边的百姓，他们在唱 h o s a n a h o s a n a 的意思就是：哎呀，拯救来了，拯救来了。他们不是单单说是欢迎耶稣的问题，是因为他们每一年在那个时候，他们到那个耶路撒冷，他们都要唱这些诗歌，因为这些诗歌就是准备、预备迎接那个救主到来的诗歌。然后呢，但是有一些事情的发生呢。 确实有特别意义的，因为你会看到他们把衣服铺在路上，什么意思啊？衣服铺在路上就是表示王啊，你是王来了，因为这个路上太脏了，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柏油马路啊，那个时候连砖地都没有，最好的地是石头地啊，但通常都是什么泥土地、啊，所以呢，当王来的时候什么？我们今天说要铺红地毯，没有红地毯怎么办？他们解下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迎接这个王要到来。 然后呢，他们还要挥舞的树枝。马加比书当马加比王、犹太人的王打赢了之后，回来的时候，马加比一书就记载，他们摇了这个橄榄枝，摇着这个树枝来欢迎，欢迎这个马加比的这个犹太人的王来。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摇着树枝，铺下衣服，他们表示是我们在迎接犹太人的王，我们在迎接我们自己的王来了，他要来拯救我们的是这个样的一个是意思。 然后呢？你看痛？那么欢呼的到底是谁呀、啊？欢呼的，我曾经讲过，在欢呼的人群当中很复杂的这些人当中，我们过去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哎，他来的时候肯定是什么耶路撒冷人欢呼，不是。刚刚我们读马太福音讲了很多，很多耶路撒冷的人是很 s p e c t i c e skeptical，很怀疑的心态，他们是很那个，但是呢，朝圣的人，从各地来到圣城去朝拜耶稣的人。 他们朝不是朝拜耶稣，是他们来到耶路撒冷是过逾越节的那些人，他们看到耶稣骑着毛驴来的时候，他们在那里欢呼。那么呢，在这里面呢，我就想到很多东西。就过去我们我们常常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哎，这些人同样是这些人，一个礼拜以后就他们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对不对？那是值得商榷的了。但是呢，你知道在这里面。 你看他整个的整个的描写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没有写到耶稣的反应？你发现没有？哎，文学作品啊，圣经是个最最美的文学作品啊，这个作者有很多意思隐含在里面的。为什么耶稣耶稣有没有哈哈大笑、啊？没有。耶稣有没有呃很悲凉？也没有，也没有。但是最后一节，等等我讲结语的时候，我会讲。 但是耶稣骑着毛驴进来的时候，耶稣也没有洋洋得意，没有没有，也没有很嗨。耶稣好像很很沉着。为什么？耶稣好像你知道我们如啊，我我,我,我们如果上帝允许我们将来在我们有生之年，可以在北京开一个万人的布道大会，哇，敬拜团一起，啊，前面我们啊，我们肯定很嗨呀、啊，对不对啊？这要比这开这什么周杰伦演唱会嗨多了，对不对？ 是耶稣基督演唱会，对不对？肯定的嘛，我们我也一定哇紧张的不得了，上台之前先拼命祷告耶稣哇、啊，一起紧张的汗流啊一大堆，比现在流的更多，对不对？但耶稣很震惊，为什么呢？我我我我后来就想到，突然就想明白了，突然就想明白了，我我就发现就是说，同样一批人，一周前的态度跟一周后完全不同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那当然我们现在可以回溯嘛，对不对？ 你会发现，这些人没有人站出来替耶稣挡一挡一刀的，没有啊！这帮人不是当时说耶稣是王嘛，是拯救嘛？既然你拯救的人在那里，你不替他挡一刀吗？没有啊！我们说哥们儿喝一杯的时候还是什么两肋插刀啊，还愿意这样，对不对？但是这些都是为什么？大家记得啊，当人群聚在一起的时候，人的智商是很低的。那举个例子，为什么我这样讲？啊，不说人多力量大是。 人多力量大，通常表现为没有智商的力量大。所以你看啊、哦，打砸抢烧都是在人聚集的时候发生的。打砸抢烧，你一个人你用，绝对不敢的。这些人叫他一个人去的时候，他才不敢呢。为什么人一聚在一起都愿意敢做？所以呢，人群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很多事情是不可靠的。 很多事情是根本不可靠的，因为他们很容易，因为人是人的理性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而人的感情宣泄就就就,就膨胀到最高的程度，所以任何的暗示，任何的这种微妙的东西都可以带来整个人群的变化。我举个例子来说，过我,我年纪比较比较轻的时候，我二十岁不到的时候，我中国有个汽公司啊。 很有名的，我名字不提了，免得我们我们在污名化人家嘛。啊，很有名的一个气公司啊，你知道我讲谁了？他有的时候他说，他说我现在在一个万人体育场，他说我现在发功，你就会觉得你的呃什么手心开始发热，然后呢，有一个人开始说他手心发热，你就会发现整个会场嘛，所有的人都觉得开始手心发热。后来证明他根本就是个骗子嘛，后面证明就是就是个骗子，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有？ 因为我曾经讲过，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的智力能力是会降低的，非常低的。人跟人之间是互相很容易受影响的。我我参加过一个聚会，哈，那个我在神学院里面，我当时在那个神学院，从我的神学院去了六十公里以外的一个城市，当时正好托伦多 Blessing 的第林恩派的第四波打到芬兰，那九四年九五年的时候。 我们我们神学院的都去了哇，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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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的牧师也是，其实后来也是我神学院同学了，蛮好朋友的啊。他很嗨带敬拜，带得很嗨的时候，他说突然我觉得他说圣灵跟我说啊、呃，我的我的那个呃脚啊，呃如果把啊、呃、把那个我的脚鞋子脱掉，我我的那个就圣灵就更自由，可以在我身上运行。 那然后呢？大家都都嗨是啊，他们说是啊，都都脱鞋。我我我，我觉得脚我的可能我的脚比较有味道，就没有脱了哈哈，不太好意思，中国人嘛，对不对？哎，当时脱下来的人都觉得，呃、然后我们结束了聚会，结束之后，在回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同学就分享脱鞋的经验。很多人都觉得，哎呀，真的是圣灵鞋子一脱，圣灵就自由运行了。啊，come on，其实很简单嘛，鞋子绑在你脚上，你脱了，你当然自由运行了。 就是那么简单，这是跟圣灵感动不敢不敢说绝对没关系啊，但是我觉得关系不是真的那么大。但是只要有一个人有这种在群体聚集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哎，他很快就什么就会传染开。所以，亲爱的兄弟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聚集的时候，你要知道，个人的才智会被削弱，然后呢，人的个性也会被削弱，然后意志性就被同质性所吞没，人个体的意见已经听不进去的了。 听不进去的了，所以呢，无意识的品质开始占了上风。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群体是给予发泄欲望的力量的，因为你个体的时候你不敢发泄的东西，你群体的时候你就敢发泄。所以那些人高呼和山拉的人，其实现在看来信不信他们也就这么回事了，因为是同样的人，在一周后，当耶稣面对凌辱的时候，除了有几个姊妹，当然主要还是耶稣的他妈他姨。 他们家里的血亲啊，愿意出来跟耶稣分担一下肉体的痛苦，很多人都不见了，很多人都不见了，连他门徒都不见了，对不对？只有彼得远远的跟随他，唯一一个就是约翰嘛，对不对？就是约翰嘛。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时候呢，责任感就会缺失，而感情与行动的传染性是非常强大，非常的强大。而这种冲动，当它极为强烈的时候，人就会什么？ 连他个人的利益，甚至生命的利益，他都会暂时不顾。但是等他一个人的时候，他马上醒过来，他马上醒过来。所以人群聚集的时候，有的时候要很小心，很小心。那个、那个、那个，呃，呃，呃，曾经有一个故事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想到人怎么会被影响的啊、呃。我没有任何呃种族歧视的意思啊，我讲到现在，我只是把这个历史像。 曾经发生的事情啊，用真实的这个还述出来啊、哦。就当德国人跟英国人在东非去争得殖民地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发现德就非洲人他对于他对于这个呃呃这个舰就是就是炮艇的这个观念啊，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认为这个炮艇是什么？哎，那吨位对不对？航速，它的几门炮。 啊，它、呃、的这个装载量、排水量等等等等，来衡量这个炮。他说，那个非洲人是按照烟囱的多少来、来、来衡定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船多厉害的。所以呢，当那个德国人开始开了一艘炮艇是有一个一个烟囱的时候，哇，那帮土人、土著人呢就跟着德国人啊，这个地方就归属德国了。然后呢，英国人就调了一艘两个烟囱的炮艇，这个是驱逐舰开来的时候，那。 这这这个非洲人一看，哇，两个炮艇，两个烟囱，哇，就跟了跟着英国人去了。然后德国人说不行，我就派一艘三个炮、三个烟囱的这个巡洋舰，因为他们要跟跟到英国人呃德国人那边去了。 后来、这个，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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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人、这个英国人就发现了，原来烟囱的数字是决定这个民众的走向的，所以他们就找了一艘运煤船。这个运煤船呢，上面有四个烟囱，开去，然后那个地方后来就属于英国的殖民地。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像是在讲一个笑话，但其实我们就在讲我们自己啊。你像在这个事情当中，群体的力量，他们只他们的是取决于形象思维。 他没有逻辑，他完全依靠于形象思维，就看的感官，哇，有四个烟囱，五个烟囱，那还不得了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弟姐妹，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很多时候民主政治是否也有这样同样的问题？比如说选举，比如说选举，台湾的选举不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选民是可以被操纵的，选民是很容易被民调、被各种各样的东西操纵的。 这个话其实不是我讲的。选民是没有理智的，选民是智商极低的一群人。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美国的一个伟大的作家马克吐温讲的。马克吐温曾经在他的小说《州长选举》当中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几周内，一个名声非常好的老实人，突然变成了强奸犯、通奸犯、酒鬼、骗子、小偷，最后。 当他那个选完之后，发现这些都是什么对他的冤枉，但是已经来不及了，选民已经从什么认为他最早认为他是好人老实人，突然一下子就被引导成为什么他是一个犯罪分子，然后再回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讲这些，我的时间已经过了，对不起。今天讲到这个太嗨了一点的。其实我们在想，我们我们是做一个怎样耶稣基督跟随者，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真的，我们我们我们中间好多位，我知道你们都是非常认真，特别特别是我们的啊好弟兄，非常认真的，特别是我们的好弟兄，啊当然姊妹也很好了，当然，我不可以不讲的啊 <laughs>，我们是我们是否我们愿意做一个认认真真的跟随者，不是因着别人说跟随我跟随，不是因为别人离开我离开，别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的潮流都是这个方向走的时候。 我也从这个方向走，而是我愿意跟随耶稣基督。我是作为他，我我我个人跟他建立的有个生命的关系的，我是做这样的一个跟随者的。所以我觉得这这段经文，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这个这个进进到圣城的，我希望给到你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视角去看这个事情。我我希望今天的讲。 就是我不是说原则性的更改，但是我们从应用上来说，我们希望完全从完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这段经文。包括我们在带领教会，我们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感谢上帝，我们我们虽然那个公众号出了很大的状况，但是我们从目前的那个啊、呃、我们的网站的统计来说，我们的我们的主要的会众都已经回来，完全回来，我们自己的会众肯定都回来，包括我们在世界各地的我们的那个同呃那个那个。 啊，followers 或者我们的那个，我们用一个世界的话叫铁粉吧，我们都也回来，我们感谢上帝。但是我觉得不是这个，不是 point。这个 point 是说我们如何，我们每一个个人，在这个时代，无论这个世界怎么变，困难如何，我们甚至我们我还在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聚会。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我们的那个网上的这个聚会可以持续多久。但是我跟随耶稣基督是我个人的。 我跟他有一个关系，我是坚持跟随他的。好了，我要进入结论了。最后一节圣经很重要，通常被忽略掉了。你看啊、哦，大家跟我看啊、哦，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十二门徒出去往博大尼去了。我已经讲过了，我已经讲过了。最后，耶稣他进了耶路撒冷了，他甚至去了圣殿了。 如果如果我们拍电影，如果我们拍耶稣传，我要拍耶稣传的话，我就看我就会拍耶稣。他这个时候，他没有太多的欣喜，因为他很清楚一周后他要发生什么事啊，对不对？他的心情实际上是非常沉重的。虽然他经过人群的簇拥，伟大、光荣啊，正确啊，进到耶路撒冷，但是他这个时候心情是很沉重的。 所以他好像带着一个很沉重又凝视的目光来扫视着整个的圣殿，然后看完这些之后，你不要忘记哦，圣殿在这里面就是接下来十一到十三章整个的重点的重点，甚至到他复活之后，对不对？一直到他复活，都是重点中的重点。而当他扫视整个圣殿的过程之后，他就离开了，他就回了伯达尼。 这就为他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留下了伏笔。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什么吗？我们下个礼拜再讲。你们。